在人家梦里打来打去，新年快乐。他们说再见我可以，我说嗯。第三个，选哪一个呢？不会暴走，但我会尖叫。有事请留言，我来回电啦。大家好，我是真的很可以的曾肯妮。 黄金，最高达到过什么的？星耀3。有没有考虑过带妹上分？我就是妹，快来带我上分。其实我一直都说自己是混分巨兽，是真的。因为之前我在剧组拍戏的时候，都是我们剧组的演员，就是可能三黑，然后我总是玩一个辅助，然后他们就带着我飞，就混分巨兽就是我本人。那粉丝想问，怎么才能被你带着上分？ 那就看我心情吧，我回去练一下。我练一个比较凶猛的英雄，像小乔这种。小乔好凶猛。如果在游戏里碰到 ID 就是明显是你粉丝的玩家，你会手下留情？哇，往死里打！因为我们就是相爱相杀的模式。现在最爱用的英雄是谁？模仿一下他的经典套路。我现在用的最多就是庄周，因为庄周就是。 混分巨兽本兽，然后庄周我买的是他那个酸菜鱼的皮肤，然后他每次都让晃晃完了之后会说，在人家梦里打来打去。那你觉得自己的身材气质跟《王者荣耀》里边的哪位英雄最相似？静，我今天刚认识的英雄，甜甜科跟我说的，他说这个英雄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跟我很像，然后他说今天见到我本人也觉得很相似。那在打游戏时。 如果我拉垮，我也不允许我的队友暴走。没有，我不会暴走，但我会尖叫。我现在就是最害怕碰到什么英雄？我刚玩游戏的时候最怕的是安琪拉，因为那个时候打新手场嘛，新手排位嘛。 安琪拉的出场率特别高，安琪拉只要对我放那个直线的那个大，我不会躲，我到现在都不会躲。 所以我看到安琪拉，我只要看到这样子的东西，我就难受，我就很想禁她。对，哦不行，我看到安琪拉我就害怕，我就想转身离开。那怎么样才能在峡谷里偶遇你？我不忙的时候。说出3个才能曾可妮对开黑的优点。我运气特别好，我技术真的不咋样，但是我运气特别好。你看我选的队友全部都能带飞。 而且我的队友打这种游戏，他们肯定会精神特别饱满，因为我话很多，我会一直逼逼叨，所以大家的精神都会是一个很热血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跟我打游戏还可以，就是心情特别好，嗯，可以抒发。还差一个啊，差一个就是可以听到我甜美的声音。现场表演3个王者荣耀中英雄的大招，然后依次公布答案，我们会交给粉丝们挑身上。3个英雄的大招。 好的呀，先表演第1个，他就是兰陵王，因为他隐身。然后第2个就是妲己，女王崇拜。然后噼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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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噼里，王昭君。 是不是很像？是不是一看就知道是谁？偶尔会就是打得开心的时候会哼点小曲儿吗？会啊！比如说我刚刚打到我说等等我跟我一起走，我就想到随我来，让我们东征西战，就会想到自己之前唱过的一些歌。那说出5个玩游戏时候的口头禅。你在逛街吗？有一段时间我只要打游戏，我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新年快乐。 或者是猥琐发育，别浪，还有就是疯了吗？最后一句就是好起来了呀，兄弟们。那结束了长隆之旅后，学会了哪些时下的网络用语或者是梗？嗯，所以爱情会消失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老在我的微博下面就是看到粉丝会给我留这一句，我不知道为啥。 造句啊，莹莹姐，我们这么相亲相爱，一打比赛你就那样对我，所以爱情会消失，对不对？如果碰到粉丝高喊“曾可妮，我可以”，你会怎么回应？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蛮害羞的，我现在就是淡然了。他们说再见我可以，我说嗯。那开开心心的网上冲浪时，发现粉丝留言全部都是宋小妮多发自拍，种种发你的内心 OS。别催了，我现在每天发已经尽力了，不要再催我了。而且自拍就是我经常把自己拍的不像我自己，所以我就会有一点点觉得还是少发自拍吧。但百万福利这个我肯定是会发的，但是我会希望它能够更精致、更好，然后好好的剪出来再给你们看嘛，不要着急。那有没有考虑去拍戏？对什么题材、跟什么类型的角色最感兴趣？想拍女扮男装的侠女。假期的话，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消磨时间？如果是之前的话，我肯定就会说旅游啊什么的。但现在不是还不够安全嘛，所以肯定就是在家里吃吃喝喝，睡个大觉，然后打打游戏，快快乐乐撸猫。那作为一个身材很赞的女生，在保持身材这件事情上，有没有偶尔让你就是很累，然后难坚持？肯定会吧。 但是，当你看到自己身体产生变化，你就会发现这点苦算啥，对不对？那跟我们说一个你知道的冷知识。曾可妮身高真的只有1.74米，不要总觉得我在谎报身高，我代表曾可妮本人作证，我去医院体检有体检报告，那些质疑我有1.9米的、1.8米的，不要再瞎猜了。